今天要淘汰两位。自以为平静的时光走走蔓延，这广东话好像唱的歌很有自信的感觉，是上天的礼物，要好好的运用它。我先跟他说抱歉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感染力很强，嗯，哦，但是比赛还是有比赛的规则，所以我们会头痛一下。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资深歌手艺人，一开眼睛就会看到老师在看着我，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闭眼。一下台之后，我是整个就是情绪非常掉。他那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细节，压力。我现在是觉得还好。每周六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，滚石摘星号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滚石摘星号等你。我是张震岳，在节目中将以音乐头目的身份，陪伴大家一起感受台湾的好声音，以及台湾的美。不可能吧？爱我就别走哦，一定要准时收看，每周六晚上八点 ，TVBS 42频道《滚石摘星号》。